今天咱们必须把他家的大青盘得明明白白的。昨天被这里的青鱼给我深深的上了一课。今天我的主线是四号，子线是三号，用的是三号关东，4.8米的鱼竿，咱们挂上玉米，抛上一竿，干它。你说站立啊，下去就有动作。来了，漂亮，中鱼，再抛上一竿。不需要站立啊。现在咱们钓的是离底30公分，不需要到位就有动作啊，到位就有动作。哎，来一口。哎，来了，中鱼，漂亮。哎呀，我去，你要给我上课。我去，稳住。稳住。我。还来，完了，坏了，我去，哪儿跑？力度十足，回来吧，小宝贝儿，喜欢钓鱼的老铁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